而这一起年长者在自家死亡多日却没有人发现的事情，也让大家来关心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根据统计，台东的老年人口比例是偏高的，尤其他们也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危险群。医师也呼吁提醒民众如何检测自己是否为高危险群，以及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以免猝死的情况发生。亲民党秘书长秦金森昨天突发心肌梗塞，急救后仍告不治。在台东地区，有台东的霍尔移动城堡、小白屋之称的屋主李文昌也经传去世。随着天气的冷热急剧变化，台东县年老者居多，更需要注意身体的状况。为此，台东马偕医院心脏内科主任提醒民众如何防范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心血管疾病部分，要小心的一个是属于心脏血管的部分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冠状动脉有没有堵塞。那血管堵塞大家很清楚的就是心肌梗塞。那这些是谁比较会发生？45岁以上的男生，55岁以上的女生，或者他已经停经了。第二个是家族遗传，在男生55岁以前或女生65岁以前，他们就发生了心血管疾病，譬如说猝死啦、心肌梗塞啦，突然间就走了。那你比较能够控制的有哪些呢？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再来有没有血脂肪？那注意，我年龄不能注意，我的家族遗传我没办法改变，但是血压可以控制好，所以就要请教大家啦。你在家里有没有好好量你的血压？所以说你方便的话，早晚量一下，你就比较清楚自己我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当然不舒服，头晕、头痛、脖子紧、头胀，赶快量。另外，医师提醒已经装设支架的民众，对于药物上该如何管理与用药。所以特别提醒这些已经做过导管的病人，这些药如果没有特别的过敏，或者说你有特别的状况要做处理，譬如说你要跟医生讨论我最近要拔牙等等这些状况的话，你不要任意的去停药，一定要跟医师讨论过。不要说天气冷了，我要很多颗，我最近感冒了，我最近酸痛了，结果这些药我就自动自作聪明的把它拿掉，这是会产生危险性的。除了日常的自我检测以及医院的专业检查之外，医师提醒民众秉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则，注意保暖两大重点，预防身体因为外在环境令血压产生急剧变化，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的可能。记者许志应，台东市报道。